香港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地方，很有动感。平常有的时候不练琴的时候就去做一些运动，像跑步啦，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游泳啊，可能去茶餐厅啊，也可能服务员啊都能够认得我，我觉得哎蛮惊奇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很少出去，让我感觉有家的感觉，非常的亲切。这里有非常好的音乐厅，然后有非常好的观众。生活要懂得平衡，其实不用练习表演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能做一个听众去欣赏。